腊肉，四川的腊肉，这是大漂亮给我整过来的，看那个皮，这个皮能吃吗？能，熟的，整个肥的啊。好嘞，你要肥的吗？要，要加了生菜吃啊。这么一看，虽然是纯肥腊肉，纯肥的，这是他家人给寄过来的。嗯，这红色是熟了吗？还是没熟啊？熟了，我吃个瘦。给你夹了上来。嗯，好的。这么肥。嗯，真有。然后有放排骨，嗯，等会儿阿文你切啊，嗯，好香啊，嗯，这个真的好香，这哪还用切呀，直接手掰都掰掉了，手。哎呀，还粘着块排骨呢，卸不下来。嗯，就相当于战俘了。这老香了。嗯。炖胖了。你喜欢吃瘦的还是喜欢吃肥的？都喜欢吃。嗯。这是残渣，可又没有了。啊。给我吧这个。我都感觉这里头没熟呢，红了呢，没熟了吧？又没有了。香，热气腾腾的，牛窝骨这个烂乎一点，吃这个。
挺好。